高高的仙女城堡。丁丁，仙女城堡的窗户很高，千万不能爬上去，更不能翻墙攀爬哦。我知道了，爸爸你真啰嗦。哇，这里好好玩呢，旋转楼梯跟滑滑梯一样。快下来，今天我们得和守护者们一起去巡查附近的情况。可是我更想留在这里。那你就留在仙女城堡里面玩，但是绝对不能爬窗户和栅栏哦。好的，爸爸，我保证只在花园里玩。哇，好诱人的橘子啊，可是树太高了。绝对不能爬窗户和栅栏哦。爸爸说过不能爬窗户的，可是平时我爬树爬栅栏都没关系的呀。爸爸真是大惊小怪，爬个窗户有什么关系呢？还差一点儿。救命啊！爸爸你在哪儿？救命啊！坚持住！来不及上去了，猫小帅，快拿出充气垫！我担心充气垫还没有完全充好，它就会掉下来。别担心，你可还有我这个精灵搭档。救命啊！自然的气息，请凝聚成云，接住正在坠落的丁丁吧。凝聚的云彩要散开了。丁丁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爸爸，对不起。越高的地方越危险，以后可千万不能再爬高了。爸爸之前嘱咐我不要爬高是对的，是我不听话，让大家担心，我再也不爬高了。从这次的事情后，丁丁再也不会任性地爬窗户、爬栏杆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些事情很危险，一不小心就会受伤。